大家好，欢迎走进小明说电影。1942年1月，莫斯科战役胜利后，红军前线退至莫斯科西北150公里的小城勒热夫，在这里他们一打就是一年多，上百万之多的红军将士血染沙场，4:1的素德伤亡比，西方史学界估计的伤亡数据是，红军阵亡362,667人，到43,000人，德国阵亡病亡共计162,713人，到33,000人，失踪35,650人，这一切铸就了一个历史名词——勒热夫绞肉机。然而，在苏联官方文献和教科书里，伟大的莫斯科战役之后，就是更为伟大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近乎粗暴地忽视了二者之间这一年的空隙。即使解密期已过，相关材料至今仍未公布于世，仿佛这就是一场不该被纪念的战役，成为二次大战中最不为人知的史诗般的军事灾难。勒热夫是苏联中南部一个城市，距离首都莫斯科不到200公里，而德国国防军第9集团军盘踞在南北长150公里、东西宽不足100公里的勒热夫突出部，宛若斜插进苏军莫斯科防线的一把锋利匕首，这让斯大林如芒在背，如坐针毡。早在1942年9月26日，红军总指挥斯大林制定出两个反攻计划，即对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第6集团军和防御勒热夫的德军第9集团军同时进行毁灭性打击。勒热夫战役，全称勒热夫瑟恰夫卡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争中重要的一次战役。因为在时间上，勒热夫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前后脚，所以更多的人只知道斯大林格勒战役，而不知道此次战役。事实上，勒热夫战役对于整个东线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这次战役牵制了德军大量兵力，间接导致了第六集团军的覆灭。甚至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勒热夫，很有可能就没有后来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影片开始就是紧张刺激的攻坚战，苏军的一个中尉连长警告大家，在进攻的时候别说话，进攻之前有的士兵在祈祷，还有一个叫做耶里舍夫的年轻战士蹲在地上，因为帽子上的五角星掉了而不知所措。班长提醒他不要管五角星了，赶快趴在地上小心敌人。耶里舍夫伏在雪地上，手上紧紧地握着五角星，知道这是为祖国而战。冲锋开始，一批新兵在冲锋的时候拼命用喊叫来壮胆。别说老毛子拍摄的战争片，从一开头就会让你体验到战场上的刺激与恐惧。德军使用机枪打穿苏联士兵的身体非常真实。一个苏军指导员正在督促害怕的士兵站起来冲锋，当他拉他的时候，回头一看，已被德军的火炮炸断了身体。久经沙场的老兵在冲锋中纷纷倒下，一个新兵被一颗炸弹炸得直接愣在了那里，仿佛整个世界都和他没有了关系。影片特地给了高压恐惧之下这个士兵茫然失措、哭泣无助的镜头特写。战争的高压之下，对每个人的心理承受影响都很大。但就在这时，两个士兵在近身肉搏的时候触发了机枪扳机，打死了那个新兵，永远地倒在了这个残酷的战场上。虽然苏军顺利地攻占了德军占领的这个村庄，但是损失比较大，科马林中尉和帕夫里安科中士都牺牲了，武器也有很多毁损。这时连长惊讶地发现自己占领的村庄周围都是德国人，身处三面包围，如果敌人反扑，很快就会陷入困境。来自布良斯克的理发师尤尔金情绪崩溃，躲在角落里痛苦，因为滑倒无意中把长子刀插到了敌人脸上。平时他是一个非常乐观开朗的人。连长一立起向上级请求支援，或者下达撤退的指令。上级的命令确实不惜代价死守，但是连长说，我只剩下一半兵力了，无法继续进攻，很多新兵不适合参加战斗，恳求营长多送些反坦克炮来，不要机枪手。但最后连长只能听取命令，营长派人送来了2挺重机枪，要求放在阵地的左边，用机枪火力支持其他部队进攻乌索沃。如有必要的话，希望连长直接派兵增援其他部队。士兵们在看到上级只送来2挺重机枪，还在埋怨要援助没援助，要大炮没大炮，他们认为这个村子又要拱手相让了。在连长的命令下，重机枪火力支援乌索沃方向的友军后，遭遇德国重炮毁击，死伤惨重，连部卫生所也被炸毁。随后德军派出侦察机向这个村子的守军撒下了传单，传单的内容可想而知，就是让他们投降，不要做无谓的牺牲。指导员知道之后，让士兵们不要读取里面的内容，不然就会上军事法庭的。指导员命人把村里的所有宣传单全部捡了起来，集中在一起销毁。就在这时，上级派来了一个特别部门的军官，这倒好，吃的和补给可能要到晚上送到，但他来的比补给还快。他的任务
就是救出连队中私藏小海豹的叛徒。两个人在枪林弹雨中想冲进村子里，可机枪一直在向他们扫射，他的小士兵都已经大胆地冲了过来，这个军官却迟迟不敢爬起来往前冲。这倒好，打仗不是很在行，盘问士兵倒是有一手。他搜查了一个士兵之后，又向列兵卡尔采夫走去，要搜查他身上有没有私藏宣传单。他可是一个暴脾气，并不想让他搜身，结果在连长的劝说下，还是忍着自己扒开了衣服让他看个究竟。在这里没有搜到，结果在一个老兵身上搜出了传单，实际上老兵是拿来点烟用的。连长在电话中请求，这位老兵是第一个冲进村庄的英勇战士，就因为一张点烟的纸就要拉去枪毙。反谍报专员确实在电影里扮演了一个坏人的角色，甚至比纳粹德国都要坏。他对自己的同胞同志不信任，甚至心怀怨念。老战士被专员带走了，他们还没有走出战壕多远，专员就被敌人的子弹打伤了。老兵还是不计前嫌的替他包扎伤口，并说只能到晚上才能走了。大家在参战之前，有的不怎么光明磊落，是小偷，是斯大林的院士，还有当会计的。每个士兵都来自不同的行业，为了这个队伍险些发生火并。然而卡尔采夫拉着他的老乡进了教堂的一个坑道，为什么一直在这之前就没有出现村里老百姓的身影，而是他们已经被德军全部杀了一个不留，把冰冷的尸体堆积了起来。到了晚上，德军士兵开始摸黑偷袭，他们穿着白衣匍匐在雪地上慢慢前进，正好有机枪架在了老兵和专员的旁边。正在德军士兵不注意的时候，老兵用短刀结果了他们，架起机枪对准猝不及防的德军猛烈扫射，这才让村里的战友有所警觉。毕竟敌众我寡，教堂一处的防御点被德军攻破，他们只能退到战壕里。老兵把机枪里的弹药打光了，也枪杀了不少的德军。就在这个时候，专员良心发现，对老兵说，你走吧，我受伤了，我来拖住敌人。然后老兵没有同意，三个人出了弹坑继续向前走，却被敌军发现了，老兵中弹身亡。这个小兵为了保命拿出自己身上的投降宣传单，但那个德军军官却让他杀了专员，结果小兵却不愿杀了自己人，开枪自杀了，专员也被德军打死了。就这样，三人在突围的过程中全部牺牲。德军军官想要乘胜追击，先不采取步兵攻击，决定先用大炮轰炸战壕，而这个消息却被一个未来得及撤退的新兵听到，他偷偷从地下室逃出来，但被一个德军发现后，而被当成苏军下不胆的胆小鬼欺负一番后，准备用手枪打死他。新兵突然反击，德军老兵大意了，被他掏出老兵身上的德国军刀反杀了。新兵逃回部队集结点，报告了敌军部署。因为敌人准备用炮火把村庄夷为平地，所以坚守阵地已经没有意义了。连长和指导员命令全连撤退，剩下几个老兵坚守阵地。当敌军轰炸阵地过后，显然他们是扑了空。等待他们的是连长架起一挺重机枪，向他们扫射，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在确保自己连队的战士安全的情况下，他们两个也撤退了。成功撤退后，他的连队只剩下32人，但营长非常恼火，竟然违抗命令撤退，还命令他们返回村庄戴罪立功。营长让连长进了房间，告诉他这是将军的命令，不需要你们自作聪明保全有生力量，我们的目的是尽可能消耗德国人，让他们认为这里就是我们的主力。电影最后，上尉连长带着他的原班人马和新的补充人员继续走向那个他们刚刚撤离的战场，所有人都默不作声，似乎是认命了，使命使然，又似乎是因为害怕而不出声，只留下连长的一个回头，脸上充斥着疲倦和无奈。或许他想回头再看看他背后的美好祖国，好给他充足的动力自我鼓励，然后再次头也不回地走向炼狱。电影《勒热夫战役》改编自前线作家、战争亲历者康德拉基耶夫的小说《赎罪的血》，这本书还要没有中文译本，而《赎罪的血》一词也成为了电影中的口号。电影拍摄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场最悲惨、最血腥却被遗忘的战争，另一方面是为了纪念在这场战争中牺牲的战士们。真实历史中，苏军最终以巨大的牺牲艰难取胜，这场战役对苏联的意义非比寻常。好了，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